今年缺不少。哥为啥就瞟了一眼就完全不管了？他这个是草的，这写的太乱了，有点太潦草了，超级乱。那边的不看一下吗？我们有一幅在角落里面自己挂了很久了。小哥，为什么咱这边看了一圈没有选择这幅呢？你右手边的不再看一看吗？这个是很高级的，这挺厉害的，特别厉害。这真的吗？我刚才看了前面那个短片以后啊，我也非常震惊。这个祭侄文稿旁边盖的章那么少啊，我非常的惊讶。这部作品在日本评价都是极高的，对日本书法产生过极大影响的。其实这个作品呢，跟安史之乱有关，所以一部大作品啊，它背后一定有大的信息量的。